二月开始，我们那个新女婿到长宁国上门也送大糕的，必定要送的。端午节送大糕，哎，我们这边街道这边风俗是有的。口干面、豆干面就等于香了钱嘛，怒付了手洗。我爷爷做的辰光还是付了手洗了，吉祥哦。这趟大糕是我爷爷在解放前开始做糕的。我们这趟大糕在上虞少许有些名气的。第一步开始呢，那先进米，搿米六种，糯米四种，进半小时，再沥气三个小时，磨成米粉。粉磨好之后呢，那倒菜搅匀，再加水后再试落，加三个样样的日子掌握来，哎，太少嘞，差不落嘞。太少了，烤好都搞发嫩了。孵好之后呢，那烤着嘛开始。模具放好模具后，那粉丝们门水拉拉了，刮平了眼嘛，叫眼子的胶棒，孵好土的叫胶棒，深度配好了，烤好之后呢，那个把豆沙放到眼子里。同样的白米粉再盖上去，烤红的板子，我们叫发板的，发板等于硬是嘛，发板面等于是杀青上的，朝阳下面那的里头的粉倒了嘞，再可以那把它四周离开，那个离刀被它切成块嘛。蒸下面四滚的二十分钟的，然后扣水蒸，加那个葡萄干，我们那从新余区去要葡萄干的上面，蛮好看的。这是要是新疆人的一定要加葡萄干的，不加葡萄干他们不要的。这上面呢，我们冰地的乌江的，把它水里倒一倒，我里把冬汁啊、淡雾啊，再把红糖，再个白砂糖、餐巾。芝麻我们在炒好在豆沙里和进去个的，食用胭脂红给它敷了塞上去，这牙齿松高也要是新疆人来的都要红色的，白色的不要的，只要都要红色的，吉祥。我17岁开始考做都搞的，盖炉子、烧丝、高火烟，不盖炉里头把劲，家里炒里把灯，根根烧开得起，营养人家需要弄好了。我叫走到，弄些红粉盆盆可以烤了。那个辰光烤一箱都搞一罐的，那块钱不多的，烤的人家居住还不多个，年老一烤嘞，十来万老有了。那个在生产队里了，哎，生产队里做生文，他搞以后没去烤，你有没生文？屋里里头。91年开店的，那个辰光都搞的就6块4一箱嘞，4块9嘛。一箱一箱的也有也有的，都不多的。你买的嘛，2块4块。等2020年开始生意好了，美女妈妈有40箱好买来吃个。今天你生意顶好了，有500箱好买的。夜里半夜里要跑去个，上半年开始夜饭吃都要烤了，要烤得清样的。那个平常呢，正在2月初1、2月牛奔、2月年半、2月10半，都个都好日子，人家都来订嘞。哎呀，一样早不睡觉。哎，儿子，他起不住嘛，得上班不去的。我老婆，我媳妇，都同哎做。你要开始到5月3、5月里面，没收入弄个年度2万块钱，对，好过的。